Hello，今天天气好像突然变冷了。今天又来到全联，然后来买那个火锅料。我觉得有全联真的很方便。来看看今天要准备什么火锅料喽。哦，这个金针菇我很爱，因为它这个是有机的，这个颜色又不一样，这个一定要买金针菇。吃个蚵仔好了，啤酒。划算的啤酒，桂冠的。蚵仔菜看起来不漂亮，那个当蚵好了。OK， 结账啦！要扣七块吗？好啊，你说帮你扣掉哈。好啊。然后，总金额是200元，全刷卡付现，共现金200。好啦，买完啦，刚刚收银员。看我在录影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请问在录影吗？”我想说啊，是不是不能录？然后我就说：“哦，对啊，我想要录影，我买菜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买菜也要录影哦，好可爱哦。”好啊，我觉得一般人看到我们拿着机器，然后常常在那边录，应该也是觉得奇怪。好啦，买好菜啦，回家用火锅咯。
今天一样去吃那个，去买那个最爱的，是不是？妈妈最爱的老仙爵。我没有最爱它，就是你评价这种就便宜、啊、最方便的、啊，我最常买回来家里吃的。那今天天气变冷，都要吃什么？今天真的变很冷。这个先泡一下哈。对啊，这个我要先找个大碗。好了，那边水要给我。啊，这个先让它泡一下。哎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先下这个金针菇，然后饺类，我听到外面在下雨了，是不是？好险你有下雨啊！真的好险有下雨啊！感谢老天爷，好险下雨，我们可以在家里吃火锅。感谢老天爷拯救我啊！怎么说啊？因为我就说今天会下雨，如果今天没下雨的话呢，你就会说，你看我就说要摆摊吧，你看今天没下雨，天气那么好，外面那么多人，我就说今天会下雨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不要冒这个险。对，所以我刚刚就是我差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我差点跪在地上谢天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哇，然后拜神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长这样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压蒜器真的是很好用，就是你可以把，就是可以弄成蒜末这样子。蛮疗愈的，对啊，好香哦！这像挤那个粉刺，有没有？这压蒜器我觉得很好，是因为它可以把就是蒜的汁都弄出来，所以会比较浓。如果你只是挤粉刺，挤粉刺哦，挤粉刺哦，
我要小力一点，怕碰到我的机器。你看，吸粉刺，对吧？好好玩哦。好恶心哦。你讲吉本刺超像的，是不是？如果单切这个的话就没有办法了。好啦，你赶快把酱料弄完，我要去给我做小孩了。我等一下吃火锅。好。